是，请咱大家来看上帝话，记载伫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以及十四节，以及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到十一节。请咱大家来听上帝话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。一起头道甲上帝三甲之地，道就是上帝。这个道一起头甲上帝三甲之地，万面对着来创造，见那受造的无一项毋是对伊来创造。第十四节，道成肉体，徛起伫咱中间，有恩典甲真理满满。各愿甲看见伊的阳光，亲像独生的子，最低所得的阳光。第十六节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子赏赐世间，予见那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着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，因为上帝赐子世间，毋是要审判世间，是要予世间对伊得着救。下面咱要请圣歌队来娱乐，今天咧稍微娱乐。